明日之星，以后你们将会有很多机会在舞台上看到他们两位为大家服务。非常谢谢 Dana， 非常谢谢 Winnie。上台了，请白衣队的那个碟片拿过来。白衣队的碟片，我们现在要过半台的白队的碟片，全部要拿过来。来，谢谢。还有红队的，所以我们谢谢两位，谢谢。支持咱台湾日报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接力处许明珍。今天非常荣幸的将我2015年的第一场主持工作献给台湾日报新年晚会以及台湾女星杯红白歌曲的比赛。我也很开心有这个机会能在此为大家服务。今天我也准备了一份2亿3000万的厚礼要送给在场的每位来宾。第一个亿是什么呢？那就是回忆。常常回忆我们生活中、生命中值得珍惜、值得感恩、值得自豪的快乐回忆。第二个亿呢，那就是失意，要常常失意，把生活中一些不愉快、不如意，或是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要统统把它忘掉。那什么是3000万呢？第一个1000万，我要送给这边的朋友，千万要开心，好不好？那第二个千万，我要送给这边的朋友，千万要健康。第三个千万呢，我就往这边送了，我送给这边的朋友，千万要跟得上时代。好，我问问看在场的来宾，有在用 smartphone 啊、iPhone、iPad 的人举手。也希望2015年你能好好享用这个2亿3000万。放心啦，这2亿3000万不是政治现金，是我明珍的一份爱心。好，那今晚轮唱的呢，今晚台湾日报的李国通李社长，咱们就来公布这个唱的抢救场给各位。咱有通好吃啊，通好听歌，佫有通好跳舞，所以伊们，啊，佫有通好看比赛，吼，啊，所以伊们，大家气氛佮真欢喜，对不对？咱红白歌唱哦，第几年开始办？咱去年有22个，今年有37个，所以咱愈办愈好，愈办愈热闹。而且我要感谢来这个所有的参赛者，无论是红队还是白队，我拢感谢你。特别是队长，我知影队长拢足辛苦的，我用足侪时间，爱用金来开足侪钱哦，好今仔日会当大家这么盛大，多谢多谢。啊、我要感谢在场的队长哦，有恁的付出，才有今仔日咱这么大的盛会。啊，上尾啊，我要感谢信甲信弟哦，若无信甲信弟哦，这个会我都办得安尼，对不对？哎，感谢信，啊，感谢大家，感谢。感谢李小弟哈。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洛杉矶经济文化办事处交流大组的组长杨丽玲杨组长莅临我们现场。我们现在有请杨组长上台跟我们致辞好吗？请问杨组长在哪里？
28号举办的留学生的活动。那我们的社长跟副董事长来赞助我们一桌，那我们可以邀请更多的留学生。那今天呢，祝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谢谢梁组长啊，带路的高楼啊，一名特别请问节目的策划人钟清耀先生，台湾致辞，先生台湾该谁来提名的比赛规则？是，谢谢。啊，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大家我们大家差不多要看比赛哈。啊，真感谢咱大日报啊，有咱这个董事长甲社长啊，支持啊，甲这个啊，甲咱背后甲咱鼓励之下哈，啊，咱举办了啊台湾杯的歌唱比赛，对2003年开始，到今嘛2015哈，第13年哈。那么啊，这中间有足侪这个冠军的哈，啊，所有男歌手。喜欢唱歌的，喜欢这个跳舞的哈，大概都在这里了哈。还有我们台湾日报是一个文化事业哈，那么歌唱呢也是一个啊文化的一部分哈。那我们也很感谢啊我们台湾日报之友啊的赞助，有很多台湾日报之友出钱出力，我们才有办法办这个活动哈。那我们社长除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之外呢，我还要再重复再补充一次，就是有你们的支持啊。那么啊，我们有两个协办单位，第一个是大专校友会哈，啊，他们很客气，就坐在这角落哈。我们的几个前会长，我们的理事都在那边哈。啊，柯医师那个那一桌招招手，台湾大专的理事哈，他们跟我们协办的歌唱比赛十几年哈。谢谢，还有我们的师范院校哈，我们的理事也是坐在那个第28桌。那洪会长，还有那个曾校长，那个江远春啊，林树民，招招手，我们专业校的理事那一桌哈，我们都很客气哈，啊，自己花几人，自己都做到最后了哈，啊，因为啊，就是啊，也最后呢，我要感谢说啊，所有来参加的朋友，就是有你们的支持啊，我们啊才有主办单位，才能够把活动一直办下去。那么我们一年的这个活动呢，啊，主要也不是盈利为目的，就是说每一年呢，啊，我们大家的同好，还有我们台湾日报自由，都借着这个啊歌唱的比较轻松愉快的，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呢，有一个啊聚餐啊，所以呢，啊，如果各位啊认为我们这个活动很好，我们会每年都继续办下去啊。好，那我们还有很谢谢啊这个。一些啊，在那个广告商的赞助单位哈，那个 program book 都有哈， program book 都有，谢谢你们啊，我们广告的赞助，还有我们第一届的那个红白歌唱的冠军的吴秀珍也在这边嘛，来吴秀珍招招手哈，啊，这个他也是这一次哈在背后哈当我们的顾问，哦，跟我们帮忙很多哈，啊，也谢谢他这个长期对我们社团的支持，那么。啊，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啊，我们的比赛规则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我们主办单位，我们都不介入这个啊投票权啊，所有的这个投票权全部在每一位在座的啊这个啊手上啊。等一下他们啊，红队有七首歌，白队有7首歌，等他们表演完以后呢，他们。会啊，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拿着一张选票啊，哦，我们有一个球，那个球有做记号的啊，哦，所以呢，外面拿来的不算了啊，哦，所以呢，啊，你们大家就啊拭目以待，看哪一队他们表演的比较好。我希望说啊，你们用最公正的啊这个方法把它选出来，哪一个票数比较多，哪一个就是冠军。好，哦，那请另外一队就是亚军。好，哦，这个是啊，应该很简单的游戏规则，我就介绍到这里。那么再一次感谢所有来参加今天的每一个 VIP， 谢谢您的光临。那么啊，过年快到了，我就预祝啊明年啊大家啊心想事成，大发财，身体健康，诸事圆满。谢谢。
谢谢，非常谢谢周清老先生。那现在在我开始要介绍红白两队今天的阵容前，我希望红队的参赛者麻烦你到我左手边来集合。还有队，我们的队长已经 stand by 了。那白队的队长还有白队的队员，麻烦你们先在我右手边集合一下。红队的还是白队的，记得不能跑掉哦，啊！好，那我现在就先从我们的红队介绍起喽。现在我要介绍是我们今晚台湾明星杯红白两队的两位灵魂人物，那就是我们红队的队长跟白队的队长。我们红队的队长呢，他是南加州冰上界红透半边天的红歌星，那当然就是我们红浪的林玉华红队队长。好，那我现在我不知道红队到底有多少拉拉队，我现在要听一听，我们用这个鼓励拉拉队的声音来看看他们的阵容雄不雄壮。我现在请支持红队的人。南加州歌唱界的一匹黑马，可是今天他摇身一变呢，变成白马王子，新条北北招三官的刘振宁队长，来，白队友欢呼一下。好，这是两队的队长，那么现在我们请红队的参赛者，请你们挥一下手，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红队的参赛者。好，红队的，请给你们的参赛者加油啊！好，就回来，就回来。我们看这边白队的阵容，我们请白队的拉拉队给他们加油。先归位哈，那我们现在要用请白队跟红队来决定今天是由谁先开场。我们请两队的队长一拳定天下，那如果不行就只好三拳两胜喽。OK， 好，那好，一拳定胜负吧。好，你们两个队长决定，你们要一拳还是要三拳还是要多几拳？一个人可以选择先唱或后唱。OK， 白队的队长决议，他们要后唱。那我现在就将麦克风交给我们红队的队长林玉华。林导。